女明星们并非完美无缺，下面十位女明星的笑容吓死宝宝了，不笑的时候个个都是天仙，可是一旦笑起来各种缺陷就暴露了，看看你心中的女神有没有中枪呢？ Angelababy 笑起来不算丑，但是下巴的假体实在太明显，下巴假体会不会太宽了？侧面照下巴都是弯的。范冰冰的眼睛怎么回事？左下图怎么笑起来变成了单眼皮啦？眼睛都变小了，双下巴颈纹都笑出来了，何来美感呢？刘亦菲，女神刘亦菲可能是早期矫正过牙齿，每次笑起来上排的牙龈太碍眼了。其实忽略牙齿，女神的笑容还是蛮有感染力的。张柏芝，辣妈张柏芝不笑的时候真的很美，五官小巧，轮廓又立体，浓眉大眼让多少女生羡慕，可是每次笑起来就这么卖力，挤出满脸褶子不太好吧。赵薇，胖子做什么都是错，长胖后的赵薇颜值直线下滑，笑容神似大婶，眼纹眼袋还有双下巴全都挤出来了。林心如，一直都是美美哒的林心如，年纪大了皮肤保养不到位，这笑容更是吓死人，满脸油光还有双下巴，女生颜值开始下滑了。蔡依林身材好，颜值高，然并卵，每次笑起来都能吓退前排观众，有木有？天生一张大嘴，笑起来好像要吃人，颧骨太高，笑的时候容易挤出法令纹和眼袋。不老女神童颜都是传说，真实面容好似黄脸婆，面容干瘪，颈纹暴露出了年龄，笑容太夸张，青筋都爆出来了，有点吓人了。张靓颖近几年走高冷路线，很少看到她大笑的照片了，不过早期这些经典笑容让小编印象深刻，一张松弛的包子脸，蜡黄的皮肤，这张脸都笑得变形了。姚晨，大嘴女神不笑的时候也是美女一个，小图还有点冷艳的感觉，可惜这些都是假象，女神一旦笑起来就受不住了，满脸褶子，还有血盆大嘴，会吓到小朋友哦。女明星们并非完美无缺，下面十位女明星的笑容吓死宝宝了，不笑的时候个个都是天仙，可是一旦笑起来各种缺陷就暴露了，看看你心中的女神有没有中枪呢？ Angelababy 笑起来不算丑，但是下巴的假体实在太明显，下巴假体会不会太宽了？侧面照下巴都是弯的。范冰冰的眼睛怎么回事？左下图怎么笑起来变成了单眼皮啦？眼睛都变小了，双下巴颈纹都笑出来了，何来美感呢？刘亦菲，女神刘亦菲可能是早期矫正过牙齿，每次笑起来上排的牙龈太碍眼了，其实忽略牙齿，女神的笑容还是蛮有感染力的。张柏芝，辣妈张柏芝不笑的时候真的很美，五官小巧，轮廓又立体，浓眉大眼让多少女生羡慕，可是每次笑起来就这么卖力，挤出满脸褶子不太好吧。赵薇，胖子做什么都是错，长胖后的赵薇颜值直线下滑，笑容神似大婶，眼纹眼袋还有双下巴全都挤出来了。林心如，一直都是美美哒的林心如，年纪大了皮肤保养不到位，这笑容更是吓死人，满脸油光还有双下巴，女生颜值开始下滑了。蔡依林身材好，颜值高，然并卵，每次笑起来都能吓退前排观众，有木有？天生一张大嘴，笑起来好像要吃人，颧骨太高，笑的时候容易挤出法令纹和眼袋。不老女神童颜都是传说，真实面容好似黄脸婆，面容干瘪，颈纹暴露出了年龄，笑容太夸张，青筋都爆出来了，有点吓人了。张靓颖近几年走高冷路线，很少看到她大笑的照片了，不过早期这些经典笑容让小编印象深刻，一张松弛的包子脸，蜡黄的皮肤，这张脸都笑得变形了。姚晨，大嘴女神不笑的时候也是美女一个，小图还有点冷艳的感觉，
可惜这些都是假象，女生一旦笑起来就受不住了，满脸褶子，还有血盆大嘴，会吓到小朋友哦。